感谢啊，谢谢谢谢你们，我家发的这个菜，每一颗巨蝇菜，我要吃一个礼拜，再一点点，再一点点这样吃，我也不到国家，国家有困难嘛。就是除了生活物资，蛋啊、奶啊、肉啊，对吧？我们尽量有可能帮你多帮您准备一点。那您老人您自己在家要一定要保重啊，一定要保护啊自己，好吧？谢谢，我们尽快。谢谢，谢谢你们啊，感谢啊，谢谢，谢谢你们。